郭振坤老师，画家兼茶师的郭振坤在绘画结合人文茶席，绘画表现以书写脉络发挥线条感性，勾线如钢线之环转，粗细有致，静实而后虚空，由丝线断而续，顿挫亦如行书之彰显，自然境界的运笔概念。作品诗法自然，脱颖出灵性之超然，以视觉之形象来幻化造境，使画面更超乎向外，也显现一种幽深超然于尘外之气。写景清雅、凝密、幽深、放逸，使视觉上传达更有探索的空间。然个人独特的品味推动茶礼、茶乐、茶书、茶画、茶诗之生活美学融合绘画展现，更显文人表彰。各展达25场之上于新竹市文化局、新竹市美术馆、新竹县文化局、国立新竹生活美学馆、中华大学艺文空间、交通大学艺文空间、大华技术学院艺文空间、台中市政府文化局、台南市政府文化局、彰化市政府文化局、国立彰化生活美学馆、嘉义市政府文化局、云林县政府文化局、桃园县政府文化局、新北市政府文化局、屏东美术馆、板桥435艺文特区、新北土城艺文馆等。